你要谅解他，佛家讲你要怜悯他，你要去责备他的时候，你就有过失啊，你的书念到哪里去了啊？如跟佛怎么教你的啊？所以我们学的已经学过，那个人没有学的，那我非一定要让他啊，一定要尊重他，慢慢的来帮助他了啊。所以教育从哪里教起呢？从小孩啊，从婴儿教起啊。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中国人是最懂得教育的，中国人是教育起家的啊，而且一直绵延了5000年有一次南昆大的校长啊，大概是去年的年初啊，请我吃饭，有几个教授作陪啊，其中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他说在欧洲这个二战之前，欧洲人曾经呢做了一个研究啊，学术上的研究，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研究这个问题啊，这个大概在这个民国初年啊，最后他们的结论可能是啊，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结论好，结论是完全正确啊！中国教育之兴，这个兴起这个教育，有文字记载，尧舜。尧舜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了啊，当然没有记载之前，至少可以往上再推500年，真的是5000年的传统文化了啊！所以中国人懂得教育，从什么时候教起？从怀孕吧，胎教。你千万不要以为呀，这个胎儿呢，啊，他没有这个知识啊，啊，他什么都不懂啊，那你完全错了，他什么都懂，他有灵性，啊，那么历史上记载最详细的，是文王的母亲，啊，周文王的母亲，胎人，圣人，圣母啊。啊，周文王是圣人，怀孕的时候，你看目眼睛不看卧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身口意也实现了啊，所以生的周文王啊，从怀孕时候就开始了啊，他们周家三个妇女圣人。啊，文王的祖母就是王继的母亲太姜啊，太任，文王的夫人太姒啊，所以中国人称妻子为太太就从这儿来的。太太是什么？太太是圣人呐，我家的太太是我们家的圣人呐，还得了吗啊，教出来的儿女的时候都是圣人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叫爱人不叫太太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要诸位要晓得，太太的这个称呼啊，无比的尊贵呀，啊，啊，无比的尊贵，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这个五伦里头。夫妇有别啊，我的讲法啊，可能跟古人讲的不一样啊，
我这个夫妇有别呢，是不同的任务。啊，夫妇结合组成这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大事情，啊，一桩事情呢是家庭经济问题，啊，所以先生出外谋生，啊，负责家庭经济问题；第二个后代，啊，教后代呀，啊，教后代这个事情，太太的任务，太太的事情，啊，哪个事情重要？教后代那个重要啊。所以无后为大了，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我说后不是说你有儿孙，那个不算数，你有没有圣贤的儿孙？那你的儿孙呢，能不能继承你家的传统，你家的这个家道，你家的家业能不能继承？有继承人，这个是大事；没有继承人，说你死了，家庭就分散了，就败了，这是你的失败，你不算成就啊！啊，同样的道理，无论在社会上大小团体，啊，团体继承人非常重要。啊，中国人懂得了，所以从前帝王时代，啊，这个皇上一登基啊，就是就职啊，第一桩大事情，培养下一代，培养接班人。这个重要啊！现在哪一个人做了一个单位主管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他的接班人。啊，没有接班人，自己死了之后，你一生的事业等于零，你没有成就啊！啊，无后为大了。啊，教学的总是有学生能够继承，啊，这个道德一代一代传下去。代代相传啊，这是大事啊！啊，所以我们从事于教学工作的人啊，一定要懂得这些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先要自己做好啊，先把自己修好啊，无论是顺境、神逆境。我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啊，我们驻澳洲的大使，他看了之后很感动。啊，随逆境，啊，环境不好，随逆境。啊，这个除逆境，随我缘。这是我们学习的环境啊，心里面没有一丝毫嗔恚，我们的业障就小了啊。要是出顺境，随善缘，还是要学习，学怎么样？没有贪念，没有愚痴。富慧全现啊，贪嗔痴从哪里断呢？贪嗔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你所接触的人，有顺境，有逆境，有善缘，有恶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能够一生圆满成佛，就是得力于他会学。逆境里面断嗔恚，顺境里面断贪欲，啊，两方面合起来不愚痴啊，啊，对于境缘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没有一丝毫愚痴。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如何化解冲突？啊，怎样的时候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啊，我不说促进安定和平，我说恢复。为什么呢？社会本来是安定的，世界本来是和平。
宇宙本来是和平啊，我们要恢复啊，不是促进啊，怎么样恢复？如何来化解冲突？必须要学圣贤之道，那么头一个，我们自己先要从内心里面化解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冲突，本身没有对立，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凡是多病的人，第一个因素一定是胡思乱想太多，贪嗔痴慢太严重，他会生病啊。这个是中国的中医啊，是渊源于道家。道家讲养生之道，讲得很有道理啊。这个思想呢是大脑，讲究养生之道呢，要多让大脑休息。休息什么？就是入定啊，不要有任何妄想，不要有任何杂念。为什么呢？这个妄想呢，杂念呢，会影响我们生理，影响什么？两个重要的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循环系统。所以如果你天天很紧张，你的妄念很多，你肯定消化不良，血液循环不好，那就是你治病的第一个因素。所以人切记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能生气，你要是吃东西生气的时候，你肯定消化不了。发了脾气之后，什么东西都不要吃，心平气和再吃东西，这是对身体健康的。一面发脾气一面吃饭的时候会得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晚上睡觉要睡得好，最好是早睡早起。你看从前中国宫廷里面，皇帝实在不好当哎。他们晚上9点钟一定要睡觉，早晨呢3点钟一定要起来。这是什么？这个是睡眠最好的时候。你才能恢复体力了，去早晨3点钟起床啊。那我们佛法很讲究这个，世尊给我们规定的中夜睡眠，中夜是什么时候？10点钟到2点钟，10点钟睡觉，2点钟起床。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体力不如古人。古人体力好，所以4个小时够了。我们现在至少要6个小时。6个小时呢，可以早一点睡觉。我在早年没有出家的时候，跟灿云法师住茅棚。茅棚里面的生活，他的规定，晚上8点钟睡觉。早晨2点钟起床，我在那里过了半年呢，那真是半年的出家人生活，在那里奠定基础，因为山上没有电灯，非常不方便，那是住山，住小茅棚，那我们早晨早课。点一个油灯，点一支蜡烛，你也不能看书。早课怎么做呢？大家拜佛，所以早晨呢，拜300拜，300拜拜完之后，再打个3皈依，
那个时候我在茅棚里面做义工，我给他们烧饭，做义工，所以说这个作息时间呢，这个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我在茅棚里面一天是拜800拜，早晨拜300拜，中午的时候拜200拜，晚上拜300拜，看书的时间都是在白天，因为他没有灯，过着很规律的生活，这个对于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最重要不能有杂念，更重要的不能有伤害别人的念头，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你要想你自己身体健康，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没有伤害别人的言语，没有伤害别人的行为，给诸位说，这叫做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啊！那么大家现在都想发财呀，我不是教给大家发财的方法，我有方法，很有效。如果交给你了，你们都贪财了，我害了你，害你什么呢？害你将来多饿鬼呀！我不忍心把你送到鬼道啊！所以一定要相信，财用命中所有，你们多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一生当中断恶修善，那么你命里面的财富会增长，聪明智慧会增长，健康长寿也会增长，了凡先生算命的算他53岁，他活到94岁，多活了20年，他没有求寿命。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包括甘珠和府，我的命很苦啊，前生很吝啬，所以命里面呢没有财富，财库是空空的，又没有官印，没有官印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没手上没有权，不能掌权，不能做主管，只能替人家办事，又短命，有不少算命的给我算命的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今年80岁了，我也没有求长寿，真的，我一生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净土。现在干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出家人本分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呢？看到世间人，社会这么乱，众生这么苦，许许多多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也不知道怎么个办法，所以我们在汤池小镇本来我们是预备做3年，做出样子来了，我邀请联合国来参观，用这个方法可以能够落实化解冲突，可以能够恢复社会安定和平。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做到不到1年，去年11月开始做的，不到1年，现在的效果非常殊胜，1年就可以交班了。
我们学佛的人常讲啊，三宝加持啊，众生有福啊，我们样子做好了，做好了要介绍给联合国。没有想到这一次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第一次以佛教为主题办了个活动在下个月的十月初，他们庆祝2550年的卫塞节，主题是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那么邀请我做主题讲演那这个太理想太难得了，我们就把汤池我们的经验介绍给联合国那么一共有192个国家代表参加我们会诚诚恳恳邀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到汤池去参观去指教如果这种方式可以推行呢，希望联合国向全世界介绍向全世界来推动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了往后呢我还是讲我的华严经以后这些事情我不参加了我在汤池开始办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法师你搞这个事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目的企图只有一个什么呢告诉全世界的人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人人是好的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做了一桩事情团结宗教告诉全世界的人宗教可以团结人民是可以教得好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努力从这个方面来下手但是我们决定自己要从自己内心做起我们古老的祖宗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做到。行有不得的，反求诸己。你能把这4句话做到用宗教的话说，自己得度，而后才能够普度众生所以，自性里面，万德万能。纯净纯善所有一切不善全是习性你讲贪嗔痴慢疑邪见全是习性的不是自性自性里面没有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晓得那么佛教的团结合作有必要前些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参加联合国在冈山办的一个活动那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在这个大会里面有发言那么我到达日本那一天水谷新政先生给我办了一个欢迎晚宴
我记得好像是有5桌是6桌，一个观音，那么都是日本净土宗的一些代表，寺庙代表，我非常欢喜。完宴之后，有个日本的法师告诉我，哎，这个净空法师啊，今天的晚上活动晚宴呢，可以写在日本的佛教史上啊。我说哪有这么严重啊？他说这些人呢，平常都不往来的呀，今天你来了，大家都来欢迎你呀，这个不容易呀。哎呀，我现在才明了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大家来欢迎我呢？我在没有去之前，我送了30套大藏经，就是送给这个净土宗师这个各个道场，水谷先生代我赠送。你看，这不就是四摄法里这就布施吗？跟他结了缘啊，所以他才来呀。你不结缘，他就不来了。我就明白了。我的活动完了之后，最后一天呢，我回请，我得请他们都来了。回请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就劝导大家。我说我们是一个宗派，一个净土宗，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宗派，凡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在日本有13个宗派，中国有10个宗派。我说我们都是兄弟呀。佛是像我们父亲一样，我们是兄弟呀。兄弟要是不往来了，父母心里多难过。我们佛教要不团结了，释迦牟尼佛天天流眼泪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说，希望呢，以后，我们净土宗各个道场常常互相往来，互相问讯，互助合作。这个是要从我们，特别是今天讲和谐，要从我们做起。我们不往来是不对的，是决定错误的。我说，不但我们佛教要团结，我们还要团结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我们的堂兄弟、表兄弟，通通是一家人。所以我在日本呢，也访问其他各个宗教。所以说是，世界的安定和平呢，确实要从宗教团结起来。我们影响政治，影响派系，影响族群，才真正能恢复到安定和平。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不往来，我们心里很难过。那么原因呢？我们再去找原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们虽然是佛教徒啊，我们脱离了佛陀的教诲，所以才造成现前这个状态。这也是我讲经的时候常常勉励我们同学。我学佛55年，讲经48年，明年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49年。可以说呢，我48年没有中断过。每一天我读佛经。我不读佛经，我这一天就不知道怎么过了。天天要读经，一直到现在80岁，每一天我还保持3个小时读经，至少3个小时。读经是亲近佛菩萨了，没有离开佛菩萨了，常常温习佛菩萨的教诲呀，记住佛菩萨的教诲呀，听经有悟处啊，境界确实往上提升了。
你们老同学听我讲经的，啊，现在都保留的有录像带、录音带，你们听听。啊，前几年讲的跟我现在讲的不一样，啊，去年跟今年绝对不一样，上个月跟这一月都不一样，你说我怎么会不快乐呢？不断向上提升啊，天天在学习啊。马哈迪尔是伊斯兰教啊，我跟他讲，我读古兰经啊，我说我读古兰经不是把它当作外教教，那就错了，啊，就像我在印尼大学，印尼回教大学，他送我一个博士学位，告诉我，他们学校里有比较宗教学，啊，校长告诉我，我就告诉他，宗教不能比较啊，宗教怎么可以比较呢？啊，我说今天哪一个人，他的智慧德行能赶上耶稣，能赶上穆罕默德，啊，能赶上释迦牟尼佛呢？没有人能赶上，他们这东西，你们怎么好批评呢？你们怎么能比较呢？啊，我说我对于这个问题，我对于所有宗教，我学习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真主先知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啊，我心目当中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没有两样，我能真正学到东西啊，我读新旧约啊，读圣经啊，我说我是耶稣的学生，我是摩西的学生，我学得非常认真，我能够把这些教训都能吸收过来，哎，怎么可以比较啊？啊，我跟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接触啊，啊，我提出来的，现在大家都能接受。宇宙之间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大家听到都有，真神是我们的教主。哎，我说没错。我说你们相不相信呢？真神有圆满的智慧，这相信。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大德大能？相信，他能够分身能变化，那都相信。我说那就行了，那个真神呢，在佛教里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在基督教就变成耶稣，啊，就变成摩西，在回教里面就变成穆罕默德。一个真神，他的分身呐，他的化身呐，说我们要平等的礼敬，要平等的学习，不可以毁谤，毁谤就是毁谤自己的真神呐。本来我以为呀，跟许多宗教接触，大概还要用一番辩论，没有想到啊。几乎每一个宗教他都接受啊，没有反对的，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啊，我非常欢喜啊。那么我们看看外国一些学者专家对宗教的看法，哎，跟我这个想法的时候是一样的啊，他们讲上帝不是哪一个宗教的，上帝爱世人啊，所有世人上帝都爱，上帝是一切众生共同的教主，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啊，确确实实讲得好啊，所以我们心量要拓开啊，你看《弟子规》里面讲的，凡是人皆须爱，
那个凡是人，没有说哪一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也没有说不同的族群，也没有说不同的宗教，啊，凡是人皆是爱。那么西方人爱护小动物，啊，比东方人的时候是要重视的多了。你小动物都爱，为什么不爱人呢？哪个这种道理呢？啊，人是同类，同伦呢。那那是不同类的，不同类的时候你都有爱他，那同类的你怎么，你这个不爱是怎么讲也讲不过去了。啊，所以心量啊一定要脱开。啊，佛家讲的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这个要学习，不断的要把自己的心量脱开。谚语常说，量大佛大，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心量放大的时候，佛就大了，啊，佛报也就会现前了，啊，佛报不是为自己享受的，啊，佛报啊是要为众生服务的，啊，那么我现在这是到晚年，确实到每一个国家地区，啊，国家领导人都很乐意跟我见面，啊，也很乐意跟我讨论一些问题，啊，他们国家族群本身的问题，啊，国际这个和平的问题，啊，我是尽我自己所知道的，啊，我都会告诉他，都会帮助他们，啊，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所有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建立在和谐的社会上，社会不和谐，事出世法都不能建立，啊，所以和为贵呀，啊，中国人讲啊，礼智用和为贵呀，啊，所以中国，你们到北京啊，故宫去参观，啊，故宫三个最大的主要的建筑物，命名都用和，太和、中和、保和，啊，太和，宇宙的和谐。啊，中和啊，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后面怎样保持这个和谐，啊，所以中国的教育的兴起没有变，从一个爱，中国的教育的根啊，父子有亲啊，就是亲爱啊，父子亲爱是信德，啊，不是信，是信，不是习性，是本性，啊，是信德，啊，所以你的信德本来是亲爱。那么教育目标，第一个目标，如何保持啊父子的亲爱到一生永恒不变？你们想想，现在是整个世界上需不需要？你们现在年岁大的人都有儿女了，希不希望你们跟儿女能保持一生的相亲相爱？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要把这个爱发扬光大。啊，知道什么呢？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家族，啊，再推广，啊，爱你的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中国教育的根是爱的教育。那么这个跟所有一切宗教的完全相同，啊，你看佛家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慈悲是爱啊，为什么不说爱说慈悲呢？佛法里的怕人
讲到爱啊，爱里面有情，情是爱里面的染物啊，所以他说慈悲，慈悲是我们讲理性的爱啊，智慧的爱不是感情的啊，是理性的，是智慧的啊，这个好啊，啊，这个才没有任何副作用在里面啊，完全是纯正的啊，所以这个诗是中国人所讲的。那我们再一看呢，所有宗教里面讲的爱啊，也是这个意思，也都是理性的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那个爱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啊，古兰经里面讲的仁慈啊，安娜确实是仁慈的啊，所以宗教的教育是建立在大爱的基础上，纯净纯善的基础上啊，让我们恢复自信啊，所以佛法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回归到自信啊，回归到自信呢就成佛了啊。那我们怎么样回归自信？过去张家大师教看破放下吧，以后我才真正了解他所讲的这四个字是大乘教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再帮助看破，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一个看破一个放下。那你不肯放怎么行呢啊，所以老师教我啊，你从放下下手。我说我很穷啊，我从哪里放弃呀？啊，他叫我修布施啊。他说你一块两块钱总有啥？我说那有。哎，你就从这做起啊。哦，以后我们就学会了，这个寺院道场里面有放生的，我们随喜一块两块。啊，还有印经的，我们也随喜一块两块。从这做起啊，决定了没有吝啬，养成一个喜欢布施啊，爱布施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啊，不求别人帮助我，一定要要求的时候我要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确实哎，越施越多啊。那么到以后出家之后啊，讲经很辛苦的一桩事情啊，大概讲经到十年之后，前面十年那个关很难过啊，十年之后啊才有一点点供养啊，那这点供养呢可以能维持生活了啊，但是我们生活是非常的节省啊，节省多余的呢全部都做啊，都去用布施，我学印光大师啊，通通做印经啊，大概是23年之后啊，讲经呢23年之后，我在台湾建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个时候收入比较多了，我们对全世界服务啊，服务的对象是佛教
不分宗派，不分大小臣，啊，我们作为一个补给站一样的后勤的补给站，啊，赠送经书善书，啊，像这个南传的这些国家，啊，他们把大藏经的底本巴利文的底本送给我们，我们也翻译，啊，巴利文藏经呢就会送回去。这些年来，啊，到今年概略统计一下，单单是赠送大藏经，超过6500套，其他小的那都不算，啊，没有法子计算。我一生没有见道场。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同学问我，他说：“法师，你为什么不见道场？”我就跟他说：“我说国外呀，我们不谈；我说中国国内，可不可能呢？有300个地方请我讲经啊？那可能，中国那么大，300个地方一定有。”我说我一个地方讲一个月，我讲到100岁还没讲完呢。我说我要地方干什么？不需要吧？啊，所以一生都是哪个地方邀请到哪里去，啊，我也不接受供养，啊，只负责供养我往返机票啊跟饮食起居，其他的也开不了。啊，所以发愿好，啊，无论到哪个地方供养都赠送的那个地方道场，发愿好，人家都喜欢请我，为什么呢？我给他带来人潮，又给他带来财富。要借发愿呢，不能借财源呐，财源你把财通通都带走了。下次没人请你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法师是要钱的，算了，不要请他了，法缘就断光了。所以我的法缘非常殊胜。啊，这个学佛最重要的清净心啊，这个。清净心生智慧呀，所以永远保持清净心。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啊，这是我们学佛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啊，怎样保持自己清净，保持自己的平等，保持自己的正确，啊，其他的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全心全力为大家服务，啊，那么现在呢？科学技术发达，啊，这些高科技我们要知道运用。运用高科技是从前方东美先生教给我的，他说这些工具太好了，啊，可惜啊没有人会用啊，啊，这些工具用在正面上可以拯救世界，用在负面上可以毁灭世界。我们听了的时候很感动，啊，但是这些要花很多的钱，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醒自己不敢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心就不清净了，啊，没有想到呢，确实有一批同修啊，他们去做了，啊，我们的网际网络今年第9年了，我们的卫星电视今年第4年了，啊，
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小摄影棚里讲经，全世界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是得力于科学技术。那么这些人做的人，我都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人说净空法师，你有卫星电视啊？我听了都好笑。卫星电视到底什么人搞的，我都不晓得。怎么搞的，不知道。搞卫星电视的人瞒着我。筹备2年，他告诉我的，我都不晓得。到开播前1个星期告诉我，我说有这种事情，他说是啊，2003年元旦那一天开播，我说好吧，看你能不能活1个月，费用可观呐，1个月就相当不容易啊，到1个月他还没死，我说好，再看看你能不能活3个月，没有想到啊。现在居然到4年了，还越来越兴旺。这个是啊，同修们群策群力，大家的力量来支持，这是好事情，这个也可以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教育。我跟这个凤凰台，凤凰电视台的老板很熟。有一次，我到电台去访问，在他办公室里头，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能够救世界，或者能够摧毁世界，2种人，哪2种人？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就是干你们行、你们这一行的人。你们主持这些电视节目，如果内容是正面的，你们就救了世界；如果是色厉，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你们就会把世界毁灭掉。可是维系这个电视台需要钱呐，那个钱是算每秒钟算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也有一个电视卫星电视台，我没有广告，我没有问人家花过1分钱的缘，居然能够活了3年多，可见得了，你要是豁出正面的东西，还是有人支持。如果不做出来，你给他讲，他不相信。他拉广告拉得很辛苦啊，就我告诉他，我不拉广告，我活得比你很快乐，那个电视台很兴旺啊。这就是告诉世人，欢喜正面的人还是有很多，足以能够支持你这个电视节目。你电视可以不要广告，可以呀，播这些伦理、道德、因果，科学、智慧，你播这些东西，不要去播负面的东西。你是圣人呢，你是救世主啊！你要还搞这些不善的东西，将来果报在三途啊，很可怕。所以我也打算呢，送一张地狱变相图给他看，让他多看看。人真的要好好的提醒。所以，就像我跟马哈迪尔先生所说的，我们今天从宗教团结起来，所以新加坡在全世界起了个带头的作用。非常难得，非常的珍贵，我们能团结，我们对社会负起责任。
我们今天是以伦理道德因果啊，智慧科学，要把科学放在最后啊，科学才能够啊为人类造福啊，不至于啊害人啊。啊，如果把科学摆在第一，伦理道德都不要了，那就是今天的世界，现代的社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病根病源找出来啊，我们自然就有啊挽救这个社会的方法啊，知道怎么做法啊。所以我们在汤池这一年做成功的，介绍给联合国啊，介绍给这个世界上啊治世人人专家学者之后，我们汤池的事业就移交了，通通赠送给地方啊，连我们所投资的全部赠送啊。这是社会教育，告诉大家我们不是为民，我们不是为利，我们一无所求，只希望啊这种教学的方式你们能够肯定啊，你们能够认识清楚，不断去推广啊，这样就好了。我希望全世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啊，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好，做得很圆满，跟其他的各行各业能够配合啊，能够互助合作，这个社会就是健康的啊。地球就像一个身体啊，我们身体外面有眼耳鼻舌，里面五脏六腑通通是和谐的啊，没有一个是哪个跟哪个对立的，一对立了人就要生病了啊，那就活不成了啊。所以我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都像一个人身体啊各个不同的器官一样啊，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在国际上走得多了，认识人多了，有很多人问我，法师你是哪里人啊？我告诉他，我们是同乡，我是地球人，你也是地球人，同乡。啊，一家人呐，不要再分呐，啊，不要再分呐。确实啊，我们有福同享啊，有祸同当啊。啊，这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力啊，来拯救这个灾难了。啊，我们要帮助这个化解灾难。你看，这个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科学的证明。啊，证明是证明整个宇宙是有机的，啊，就是生命体。啊，不但是植物。植物现在跟我们也沟通啊，啊，我们的菜园，我们照顾很周到，有爱心照顾它，每一天呢放佛号给它听，放佛号给菜呀，树木花草啊，所以菜长得特别的好。